疫情咧虽然已经缓和咗一段时间，但作为一个 super 妈咪咧，工作繁忙之余，亦都要顾及下仔女嘅学习。虽然而家咧已经正常复工复课，但其实翻到屋企咧，无论系仔女学习定系自己工作方面，都要打印唔少嘢，有好多时咧即系连 printer 嘅油墨都买唔切啦。好彩咧，而家有 HP Instinct 全新油墨月费计划，呢一个月费咧可以及时侦测到你 printer 嘅油墨用量。等你喺个 printer 冇墨之前咧，我哋就已经安排配送服务，咁咧就唔使担心 print 下嘢冇墨，又或者三更半夜咧要周围自己扑墨盒啦。而且咧呢一种按页数收费嘅计划，月费咧可以低至港币每个月8.8，呢8.8咧已经包括咗配送同埋回收嘅服务。无论你系彩色打印定系黑白打印咧，都系划一收费，俾自己买墨咧悭咗最少50%，同埋咧仲悭咗唔少时间。嗱，呢一个服务咧系全港首创，我知道咧善阳已经率先试咗，不如咧我就揾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Hello， 善阳你好。嗱，我知道咧你最近就试用咗 HP Instinct 全新油墨月费计划，听讲咧帮轻咗你唔少。我谂咧疫情咁耐以嚟咧，大家已经好习惯小朋友喺屋企上网课嘅时候咧，都有好多学习嘅资料要编啦，有好多功课啊、工作纸要 print 啦。咁通常有时 print 下，突然之间先发现咗冇墨喎。咁但系我试用咗 HP 呢个全新嘅月费计划啦，发现一个几方便嘅地方咧，就系、是、除咗咧佢系一个价钱啦，无论你 print 相啦、print 彩色啦、print 黑白啦，其实都是那個月費之外，其實部機很厲害，因為它 connect 了 WiFi， 所以你的墨用到差不多它已經知道了。你在沒墨之前，它已經幫你 order 定新一 round 的墨水，就叮噹送到你家了。而且新的一 round 的墨那裡，它有一個回收袋給你的，就將你用完的墨你放在袋子裡，就拿去你家附近的油桶或者油局就可以了。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挺環保的 concept。好，跟住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唔同嘅月費選擇啦。月費計劃最低咧8.8一個月就印到噶啦，咁唔需要簽任何合約啦，亦都冇任何附帶條件，想幾時改或者想幾時取消咧，自己話到事嘅。一般家庭嘅話咧，每個月100頁嘅計劃咧都應該幾夠啦，維起咧就5毫子多啲一張啦。咁如果印彩色嘅話咧，感覺好似仲抵啲添。咁嚟緊如果係小朋友考試啊，或者自己都好多 project 啊，好多活動啊，又或者有時想印下啲食譜。要印的東西多的話，就可以這個月調整一個高印量的 plan， 完成了之後就可以轉回低印量，那就不會白白浪費了頁數了。聽落真的不錯，除了家裡一些印量不多的中小企應該都會適用。我發現無論公司用家用其實都真的不錯，很方便的，因為你完全不用理就有源源不絕的油墨送你。好像我這樣，我昨天剛剛收到這一盒，因為最近印的文件比較多，黑色的墨就印得快一點，系統就自動安排送多了兩盒黑色來啦，還要比平時街買到的是大盒一點，它好像真的知道我有不同的需要，就為我預備了充足的墨，真的很貼心，所以我覺得是挺值得推介給大家的。現在有3個月的免費試用服務，每個月可以任印1500頁，你印黑白彩色的收費都是一樣的。咁諗下，如果想印大大張 A4 靚相咧，去曬相店咧都要20-30元一張。咁而家喺屋企咧點印都得啦。係啊，如果下下都咁樣印相咧，其實真係幾肉痛噶。其實咧呢一種用幾多俾幾多嘅服務咧，都會係嚟緊嘅消費模式。而家 HP 咧非常之有信心，俾大家咧免費試足成3個月，總共咧可以印成4500頁，而家咁多噶。咁大家都嚟試下啦，記得申請嘅時候咧要入埋送貨地址，你先可以收到郵物噶。另外而家仲送埋培生朗文 Pearson 小一至小六测验卷连答案，印定几套出嚟俾小朋友慢慢做都冇问题啦。Instinct Ink 适用于全新嘅 HP DeskJet、Envy 同埋 OfficeJet 系列，大部分上到 WiFi 嘅 printer 型号都适用噶。